就这么给毁了。叶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必须确认一下，如果你真的有精神病史，那么你的告发很可能被定为无效。你们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他真的是个坏人。他之前已经害死我妈妈，现在又杀了我姐姐。我找小俊，小俊，他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你别靠近他。来来来，放松。我叫救护车。别叫救护车，我们有自己的医生，打个电话马上就来。放松，来，呼吸啊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按照您的要求，我们对鹏阳电器行的账户明细做了筛选。请问这些账户里有没有一个户名叫钟杰的？有的，每隔几周都会有一笔大额款项转入到钟杰的账户里。钟队啊，事已至此了。算我求你行不行啊，别把我们小军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了，行吗？叶书俊有精神病史，他就不能成为人证。如果他要是不能成为人证的话，那我们目前的证据链就缺了一环，根本串不起来，所以没有办法定严月圆的罪。我们必须放了他。有人告诉我说，他得了斯德什么？您说的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不能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说。我得保护好我的儿子，我希望他能回到我的身边，毕竟我是他的生父。那请问你对你儿子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阿俊，明天晚上我会去参加《回到爱身边》这档栏目。在节目里，我会把我们所有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。